什么？就换人了，又要再重讲一次。救命啊！不要打我，不要再打我。因为你的小孩现在在我头上，你做准备说一来说去，不然就打死他。等一下，我找人做主的人来听。停！你们不要一直换来换去好不好？都让我哭到手瞎了。拜拜。